发送给我之后，我们也是做这一步，先把它软件先关闭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激活文件，这就是激活文件，我会发送给你的，把它剪切，好，放到哪里呢？放到泰坦10.1的文件夹里面，粘贴，然后把这个再 copy 一下，放到这个10.0的文件夹里面，粘贴，剩下就可以了，把这个软件重新打开 ，OK。现在就已经进系统了，进了系统了吗？这就正常 ，OK。